在宿舍如何给小猫一个惊喜。先把桃花毛调针不治好，然后再把蜜朵包裹起，看看这个针法的威力怎么样。蜜朵这个小馋毛被困在里面了，那就让它感受一下大起大落，把它的毛条全部收起来，让它怀疑一下毛绳，最后再把罐罐拿走。短短几秒内，蜜朵承受了很多。